业服务处中服务中心主任陈忠明主任当我们的尖椒人。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陈忠明主任担任我们今天的尖椒人。尖椒人颁发当选证书，请114年第一副会长王启文，第二副会长林怡珍，第三副会长方富敏，财务长陈碧娥，秘书长张红军一同上台授颁证书。我们恭请陈忠明主任颁发当选证书。我们都要来个葬礼啊，也来个红色。去外口咧，你去开讲。你找小姐啊？哦，对，我咧看就知啊。就找小姐，无啦，咧讲讲拢无，拢无以身作则。我来教你。好，看前面。没关系。好，我们谢谢陈忠明主任，也感谢我们14年卫生会长所带领的团队。为新任会长披挂彩带，台南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陈忠明主任为我们披挂彩带。我们感谢我们请陈忠明主任合作，我们待会8点等市长来的时候再由我们会长来交接印信。114年会长致辞。恭请114年会长吴宇山对于新的年度会务方向和期许。